ねえ、明日のイベントの準備終わった？说什么？那是哎喂哦，明天的活动的准备終わった？哦，你做完了吗？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けど哦，什么还没有做完有没有？けど虽然还没有做完，まあまあ就是哎呀，大丈夫哦，大丈夫，大丈夫就没问题啦。那没做完，但是啊没问题的，会明天就 OK 的啦。お母さんの楽観的な性格がうまい、哦、羨ましいよ。我说哎羨ましい啊、哦，我很羡慕，我很羡慕你这个乐观的个性，有没有？好，那我们看选项哦，som nani am nani so you 还有什么？are you 有没有？好，我们哪个可以先划掉？我们 R 系列的可以先划掉。哦，好啊，为什么 R 系列可以先划掉？有没有？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我们说 R 系列是什么？are 嘞哇，还有什么？还有什么？am nani 有没有？哦，are you 哈、哦？好，这个。哦，这个 am 呢就那样嘛，那这个 are you 就是这个 are you 哈、哦，这个是长音哈、哦，这不是念两个 r，这是长音 are you 是那样，am 呢也是那样，这两个是一样的。那 are wa 就是那个是，那我们不管，我们只要是 r 系列是什么意思？r 系列是什么是 r 系列？我们两个对面那个比较远的那个地方叫做 r。懂哈？比如说阿索口嘛，那里阿索口什么意思？我们两个人对面比较远那个地方叫阿索口，懂哈？啊，我这里，我们两个人中间啊，哦，我这里嘞，我这里叫 Coco，啊，你那里嘞？你那里叫阿索口，那我们两个对面那里叫什么？好吧，我们你那里叫做什么？你那里叫做索口，哦，口，我们哎，譬如说我们现在有两个人，啊，离我比较近的话，这边叫什么？Coco。啊，东西如果离你那边比较近，叫什么？Soko。啊，如果东西在我们两个对面比较远，那里叫什么？啊，Soko。OK，好，那你看一下，你这边只有 A 跟 B 两个人嘛？那 B 是 Okawa 是什么？小川嘛？对不对？然后他说他最后一句说啊，我很羡慕小川你的个性，有没有？那小川你的个性，那个个性是在哪边？是在我这边。还是在小川那边，还是在对面很远那边，在小川那边嘛，所以懂吗？我这边的话是 Coco 嘛，啊，你那边是什么？So 系列嘛，对不对？然后对面很远那边是用 R 系列嘛，有没有？懂哦。所以我很欣赏你那种，我很乌拉亚马西是欣赏嘛，所以我很欣赏你那种个性，有没有？所以你那种个性什么？Som 呐，懂哦。som na se ka ku 嘛，som na se ka 是你那种个性嘛，懂吗？那你的答案为什么这个 som na 你为什么不能学？哦，为什么？好，写下这个 som na am na com na 是什么？som na 有没有？哦，am na com na 是什么？直接加名词。哦，som na am na com na 是直接加名词，可是你 som na ni 是什么？加形容词。哦，有没有？哦，加形容词要加什么？加动词。哦，在前面，som na 是直接加名词嘛？som na am na com na 好吗？他们是直接加名词嘛？可是你如果加个 ni，它是什么？它不是加名词，它是加形容词跟动词嘛？OK，好，所以我们刚才看这个选项哈，这个 som na ni。为什么第一个不能选？因为他是说我很羡慕你这种乐观的性格嘛，性格就个性嘛。他这个，那如果是 som 呢就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是要形容，懂吗？你那种性格我很欣赏嘛，所以你如果是 som 呢，直接加名词就可以选嘛。啊，如果 som 呢你耶，som 呢你是要加什么？你是要加动词还是形容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就不行。那二，我们刚才说二是什么？amna 的话是对面嘛，很远的对面嘛。啊，我们这就是小川跟田中两个人站在一起嘛。啊，对面那个人，他不是在讲对面那个人嘛？不在场那个人才是用比较远才用是用那个 R 系列嘛。然后，好，那三答案是三嘛？啊，so you 为什么可以？so you 就是我们刚才讲什么？so you 就是 somna 嘛。你看一下哦，somna。就是什么等于
所以乌哦，那它一样是直接加名词哦，有没有？所以我们拿就是所以乌哦，那所以我们拿直接加名词嘛，对不对？所以你所以乌也是直接加名词嘛，哦，这样懂吗？哦，那 komna komna 是这样的嘛 ？komna 直接加名词嘛，有没有？好，那 komna 的话是什么 ？ko yu 哦，这边是长音哦，后面这个 u 是长音 ，so yu ko yu 这样的嘛，有没有？好没有、嗯、哦，然后那个 domna domna 等于什么 ？domna 等于 do yu， 就是 ko yu 的怎么样的嘛，有没有？那一样直接加名词嘛？那 amna 等于什么？amna 等于 ru 哦，这个是这不是念两声，这是长音哦 ，ru ru 就 amna 哦，那这些就直接加名词嘛，嗯，懂吗？所以你这边的哦，你那个我很欣赏你那个，我很羡慕你那个性格哈、哦，对吧？所以什么 so amna seikaku 啊，你那样的个性有没有？哦，嗯、所以答案是这一个，嗯、这样会吗？可以、哦啊、如果看影片的同学如果讲太快你可以按暂停、哦、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一句来讲，乌拉亚马西是羡慕嘛，嗯，那我很羡慕什么？羡慕小川你、哦、那样乐观的个性、哦、那因为小川跟田中两个人是站在旁边，所以不是很远，所以是用什么？你那样的个性是用 so 嘛，嗯，对不对啊？可是你那样的个性这个 seikaku 是名词嘛，所以你 so mu nani 不行，因为 so mu nani 要加什么？加形容词还是动词嘛，所以这个嗯懂齁，所以是三哦，那二跟四是 R 系列是指很远的地方啦、啊、真不是指很远的地方，因为那个人在他对面哇，这个人在他旁边嘛，这样懂吗？嗯哦，我们看一下这里齁、哦、这个是单日齁、哦、他这边好像没写日，他没有写字很清楚、哦、嗯哦 OK 我们看下一题齁、哦，这一题就是这一题比较难的、啊，这一题在哦，先看一下题目。O C 的是那个壁橱嘛？嗯。壁橱就是那个小叮当睡的地方，怎么样？嗯。日本的房间那个可以什么？那个可以拉开，然后可以里面晒棉被，那个叫 O C 的嘛，壁橱嘛，怎么样？嗯。卡达这个得伊塔拉，塔拉是德化嘛？如果有收拾，有把这个壁橱收拾干净的话，有没有？哦，没有这样子。哦 ，OK， 好、哦。那你塔拉如果后面是过去式，我们是说做想不到嘛？嗯。我们塔拉如果的话，一个是啊什么？哎、欸，假设嘛，对不对？假设语气嘛，什么的话嘛。那塔拉第二个，如果是你中间是塔拉，后面是最后结尾是过去式，是做想不到嘛？这有没有学过？嗯。有哈、哦，嗯，好、哦，所以这边是因为你这边是过去式，所以做想不到，所以什么？哎，我做了嘛，我做了这个收拾这个壁橱，就想不到怎样，想不到什么？好，我们看一下 ，nui gurumi 啊 ，nui gurumi 是什么？布偶啦，嗯，哦 ，nui gurumi 是布偶哈、哦，它后面写娃娃不懂，应该是布偶有没有？嗯，哦，那个缝的那个洞，那个布偶里面塞棉花那种、嗯、有没有？对对，可以打是什么？不，我跑出来了，有没有？嗯。那什么？哦，子供の頃に什么？我当小朋友的时候，就是我小时候。大切にして哦，大切にする是珍惜重视嘛？有学过啊、哦？那大切にしてしてる是珍惜重视那个哦，あて打是过去式，所以我过去很珍惜、很重视的这个什么？这个布娃娃哦，这个什么布偶跑出来了，有没有？哦，那这个塔拉过去式是没想到我去整理那个，然后哎，我的布偶哦，以前很珍惜、很小时候很重视的、珍惜重视的布偶跑出来了，有没有？嗯，托尔摩打哈，这样想嘎，但是有没有？哦，那嘎是逆接嘛？嗯，都是 demo， 都是 demo 是什么？都是物是怎么做嘛？嗯，那 temo 是即使嘛，所以即使怎么做也怎么样，即使怎么做也怎样 ，stay られなかった 哈 ，stay ru 是丢掉嘛，哦，那你 stay られる 是什么？能力型嘛，能丢掉嘛，怎么样？嗯，啊 ，stay ru 是什么？丢掉 ，stay られる 嘞，哦，能丢掉嘛，怎么样？那你感觉 stay られない 嘞？
能力型否定嘛，啊，不能啊，丢不掉啦，我没有办法丢掉啦，为什么？他前面是说什么？他前面是说，哎，我想要丢嘛，但是我丢不掉嘛。嗯，没有，我想要丢，但是我丢不掉嘛。那你这个是什么？这是考翻译。哦，好，这是什么 ？Stay te kuru daro。哦 ，OK 哈、哦，好，这边是前面是 stay kuru 是丢嘛，对不对？那、啊、你 te kuru 嘞 ？te kuru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做一个动作，一直做一个动作做过来嘛。嗯，那 te kuru 还有一个意思哈、哦，就是我去做一下什么，我去买个东西就回来了。嗯，哦 ，take cool 是我去做一下什么动作就回来了，有没有？嗯，譬如说什么，哎、欸，我去便利商店买个烟就回来了嘛。空便利，空便利商店有没有？空便利黑 tobacco or cutte cool 什么意思？哎、欸，我去买一买就回来了，我去买个东西就回来了，有没有？嗯、好吧，那你这边呢 ？stay that cool 什么？哎、欸，我去丢一下就回来了啦。那打漏是把嘛？哎、欸，我去丢一下就丢一下就回来了把，所以这个意思不对嘛？嗯、因为它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认为哦，我想要丢掉，但是怎么样都怎样，都是 demo， 即使怎么样都 stay 在那里卡带，怎么样都丢不掉嘛。嗯，有没有？好，下去 stay stay 撸，然后打，好 ，stay 撸什么意思？正在嘛？嗯，什么正在丢？嗯，有没有？嗯，哦，那 stay 撸它什么意思？退路还有状态嘛？状态我们说折根的嘛。嗯。还有状态，哎、欸，所以还有正在丢跟什么丢了。嗯。但两个意思都不对嘛，因为他是想要丢，但是他丢不掉嘛。嗯。懂哈？那就是 stay te aru 哈。那我们他动词 te aru 嘞？哦，还记得这四级还记得吗？哈、哦，我们什么物体的他动词 te aru 什么意思？我们人去把这个东西用成什么状态嘛？嗯，我们人去把这个东西用成什么？按、啊、什么状态就是什么？我们翻折根的嘛，所以什么丢了，好没有？所以是 te a ru， 我们人去把这个东西用成什么状态？所以丢了的状态嘛。啊，这边就是想要丢还没丢嘛？哦，想要丢没办法丢嘛，所以三也不对嘛，好没有？嗯，好，下去是 te shima oga， 那、啊、这个会不会？前面是 stay 路嘛，对不对？嗯。后面是什么 ？teshima 五嘛？有没有啊？最后嘞，最后再改一字形。哦 ，stay 路是丢嘛？啊 ，teshima 五嘞？糟糕，完蛋，遗憾的心情。有没有？嗯、还有什么 ？teshima 五还有什么？完全。有没有？那我们一字形有什么意思？一字形有想嘛？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masho。一字形有想跟 masho 嘛？那 masho 什么 ？masho 是把嘛？哦，一字形有想跟 masho 嘛？没有。哦，啊 ，teshima 有时候不用翻呐、啊、，teshima 就是那种糟糕、遗憾、完蛋心情，那种负面的，就是那种不太好的那种不太好的想法啦，负面的想法，那、嗯啊、有时候可以不用翻。哦，嗯、所以这边是 teshima 哦，是 teshima 是啊，糟糕了要丢掉，哦，就是啊。很遗憾呐、啊，这边就哎、欸，很遗憾要把它丢掉。哦，那、啊、你这边不用翻，我翻的不像中文。然后你在后面再接 Masho 嘞 ，Masho 有什么 ？Masho 哎、欸、来做什么吧？有没有？哦，所以 Stay te shimai Masho 哎、欸、把它丢掉吧。嗯。哦，没有，我们这是一字形嘛，我们是一字形哦，所以 shima 五，我们说一字形怎么改？五段动词会变成动五加五嘛？有没有讲过？嗯。哦，所以一哭改成第五个加五会变成什么？一 call。有没有？啊，你西马五嘞？好，数一下 ，R E 五 A 哦，第五个是不是 O？ 所以什么西马 O？ 所以 stay stay 西马 O 是什么？就什么？就 Masho 的意思嘛？丢掉吧？有没有？干、嗯、嘛？我们说一字形第二是 Masho 的意思，就丢掉。我、哦、说哎，丢掉吧。那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想。哦，啊，其实这边两个都可以带啊。说哎，我想要丢掉，但是我丢不掉，有没有？嗯，所以哎、欸，我要把它拿去丢掉吧，但是我丢不掉哈、哦，所以你答案只能选四，这样懂吗？哦，那你后面加卡嘞，卡是问号，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就 mashoga 嘛，我们说 mashoga 的，哦 ，iki mashoga 哦，对，哎、欸，什么？所以 stay shimaoga 对，要就把它丢掉吧，可是哦，所以这边是有没有看懂？
是太太喜马欧嘎啊，来把它丢掉吧。哦，但是怎样？偷欧莫打，我这样想。嘎，但是怎样？但是后面哎，但是我丢不掉，怎么样？我没有办法把它丢掉。这样懂吗？嗯。这种题目一二级很多啊，就是考翻译啊。哦，那这个是考，这不是考一二级的东西，这是考那个翻译，就是你四五级的这个文法变化很熟。嗯，嘿，这样会吗？嗯，这里面原本的 te si mao 是糟糕、完蛋、遗憾嘛？那你这边 stay te si mao 是什么？就是啊，很遗憾要把它丢掉。那你后面再加一字形呢？一字形就是 ma shou 嘛。嗯。哦，懂吼。嗯。那这边后面 ma shou ga 就哎好，要把它丢掉了吧？好，没有就要丢掉了，但是。或者一直在想啊，想要把它丢掉，但是丢不掉啊，这样我们看懂？嗯，好，看一下哈。哎，那像这边就有啊，这边是哦，没有扔掉吧？他这边是把它当骂秀的意思嘛？没有。嗯。然后这个只是中间会卡在 taste 吗？为什么要 taste 吗 ？taste 吗是遗憾的、啊，然后要丢掉了，感觉心里有点遗憾这样子哦，懂哈？干嘛？嗯。好，我往下看。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剧情你还没学过是不是？这个叫做扎鲁 O A 奈，这有没有学过？有吗？哦，这个扎鲁我们说是扎鲁就是否定嘛，就是古语的否定嘛，就是奈的意思嘛，对不对？懂吼？那你后面的这个 A 奈是，我们说这个剧情叫什么？不得不做。不得 A 奈就不得嘛，不得不做什么动作嘛，嗯，好吗？那你要给它当成是奈去接嘛，有没有讲过？嗯，哦，你看一下啊，你这边是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塔尤鲁，哦，这个塔尤鲁哈，那、哦、你后面还有这两个很像哈、哦，一个叫塔尤鲁，一个叫什么？塔诺姆，哦 ，OK， 好，这个塔诺姆是拜托嘛，嗯，那、啊、这个塔尤鲁嘞？依靠，哦，依靠，有没有？叫他们。那你这边是哪一个？你这边很明显是拉嘛，所以你是什么？这是撸才会有拉嘛，撸的话不会有拉嘛，所以什么？懂吗？所以变成是他又拉奈是什么？不依靠，不依靠有没有？好，叫他们。那我们说这个扎鲁就是古语的否定嘛，你也是接什么？也是接动词第一段嘛，哦，我们动词第一段加奈嘛，未然形加奈嘛，就是否定嘛，有没有？懂、嗯哦、那我们扎鲁也是什么？我们扎鲁也是把它当成动词第一段接嘛，未然形嘛，所以变成他又拉扎鲁是什么？哦，他又拉扎鲁什么？不依靠不行哦，哦，他又拉奈，看一下，所以说不得不依靠，我没看懂，就是不得不依靠。叫好吗？嗯，懂哈。我们先看这个哈，我们先好第一句哈。好，这个瓦嘎库尼有没有学过？瓦嘎哇，这个瓦嘎就是我的比较文言的讲法嘛。那瓦嘎库尼是什么？我的国家有没有 ？CKU 哈，考到二级的话，石油应该会哈。石油是什么 ？CKU 有没有？啊，石炭是什么？石炭就是那个碳哦 ，CKU 碳。哦，石油还有什么碳？哦，煤矿啊，哦，石炭就是煤矿，哦，矿有没有？懂、哦？那懂等等的 ，energy 什么能源？哦，没有，时间，时间哦，这个资源哦，这些能源，这些资源有没有？活动哦，活动都是什么？活动都是什么？几乎哦，那也是什么？没有啊，他们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这个，没有这些什么能源有没有？哦，苦哦，什么很多哦，海外卡拉哦，从什么海外哈、哦，海的话是念什么？海外是念该哈、哦，所以海外哈、哦，卡拉是从海外哈、哦、，unu 是什么？进口有没有 ？unu 哈、哦，打错了 ，unu 啊 ，uuu 哦，打错了，打反了。unu 啊、哦，哦，然后 unu 呢？哈、哦，有没有？好，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他又拉扎鲁维奈是什么？好、哦、，a 奈不得嘛，不得不
依赖哦，不得不依赖国外进口哦，有没有？所以这个第一个答案是对的，有没有？这样会吗？那第二个嘞，瓦克尼瓦伊卡奈是什么？瓦克是瓦克达是当然嘛，伊卡奈是不行嘛，所以什么当然不行嘛？他当然不行，反的嘛，因为什么？哎，我们国家没有能源，所以我们要依赖，我们要去依赖嘛。那你当然不行，依赖他的意思反的嘛，这样懂吗？哦，好，你吉卡伊奈是什么句型嘛？二级句型是什么？一定嘛，有没有学过？必定、一定，有没有？你吉卡伊奈是什么？必定、一定嘛 ？OK 哦，这个怎么背？这个奇卡五是不对还是错误嘛？嗯，那吉卡伊奈一种啊，没有错的，一定是这个。吉卡伊是错误嘛？啊，奈是没有啊，说啊没有错的，一定是这个啦。所以你吉卡伊奈是没有错的，一定是这个嘛？所以这是什么？一定必定嘛？所以。那你这边是否定，所以必定不依靠进口，所以意思错，相反的嘛，应该是必定要依靠，是一定要依靠进口啦，不是哦，一定不依靠进口，所以相反的嘛，有没有？好，下去，台要如口斗你好卡拿拿奈哈，好，这个你几该奈跟你好卡拿拿奈意思差不多啦，你好卡拿奈就是没有比哦，好卡拿拿奈就是没有比哦，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其他没有的啦，好看的那就是没有，其他没有的，就是啊，这个是最好的啦。嗯，哦，所以这个是，哎，哦，好看完奈哦，应该是好看完奈才对，这个句型应该是好看完奈，所以这是考扎鲁欧恩奈是不得不有没有？嗯，所以不得不依赖有没有？看到？嗯，哎，好，这样会吗？嗯，我看一下这一题啊。再看第几题？我们35行没有讲到。哦，好，四是什么 ？Hoka nana nai 是正四，无坏又是无非是哈、哦，无非是这个用于断定事情发生某个理由，不是啊、哦，就是这个 Hoka nana nai 是就是这个，但是这边是什么？这个扎罗那是不得不嘛，我们不得不依赖这个有没有？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资源，所以我们很不得已不得不依赖这个。而它的那个莫兰型是我们的。波兰型是动一啦，啊，动一，我跟你介绍一下哈、哦，这个是一个日、嗯、哦，这个叫做米真 K， 哦，写一下，哦，写吗？米真 K， 比如说一哭嘛，嗯，对对，哦，那你就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加奈？一卡奈嘛，嗯，就是这个一卡，这个一卡后面接什么？这个叫做波兰型。哦，那我们刚才把它说动因为正动因比较简单嘛，有没有？你数一下，一哭是五段动词嘛，那你数一下，卡、ki、哭、k、ko， 那第一个嘞，嗯，好吧，嗯、所以未来型又有人叫否定型，嗯，好，为什么？因为一卡奈嘛，嗯，还有嘞，一卡努，一卡努有没有学过？一卡努也是否定嘛，嗯，哦，那一卡努是什么？也是动因加努吗？嗯，哦，动一加奈，然后嘞，动一加奴，有没有？嗯 ，OK， 然后嘞，未然就是那个否定的意思啊。嗯，还有那个动一加 n， 动一加 n 没讲过。嗯，一看有没有？嗯，一看奈，一看奴，一看，还有嘞。嗯，我们说动一加扎鲁。扎鲁也是接东音嘛，所以一卡扎鲁嘛。嗯，有没有？还有什么？嗯、还有东音加 C 子嘛 ，C 子也是否定嘛，有没有？嗯。那你看是不是就是接？你就是动词第一段，它叫做未然型嘛，有没有？嗯。懂啊，所以有人叫未然型，又叫否定型嘛。嗯。这样懂意思吗？可以。啊！我在喝零卡的可乐。零卡可乐怎么讲？零叫 zero 嘛 ，zero calorie 有没有？啊 ，zero calorie 不知道喝，听说喝了不会胖，不知道喝看看。哎，那你们减肥什么不能喝？快疯了！啊，安慰一下而已。好，那真的还是一样。真的哦。哎，太久。老师，我们能今天先这样吗？好。那我们分两次哈、
好。歪不歪？晚安。哎、欸，我们35题没有讲到哦，我们跳到36了。哦，我们现在我们哪一题没讲到？哦，35还有题是？对对对，哦、我们再讲这一题是。好，那是从35开始。那我们再讲这一题讲完，后面还有几题？后面还有一点呢，后面应该一二三，应该四五题吧。那就讲完这一题好了。好 ，Juni ga zi ni hai li 什么？进入十二月嘛。嗯。Influenza 是吗？流行感冒有没有？嗯。哦，这个看起来就是病患有没有？嗯，好、哦，那那个如果接数接在后面，如果是音读，哈、哦，我们说汉字音读几率比较多嘛，嗯、哦，所以什么看加死看加数，哈、哦，那个念起来像我们中文的数，哈、哦，数种数的数，有没有？嗯，所以看加数，哈、哦，看加数嘛，患者数有没有？嗯、哦、，OK， 患者的这个人数哦，这个是假哦，应该是假哦。看加数有没有？哦，好，然后嘞，呼吸度，哦，呼吸度是增加嘛？嗯，哦，这个我们有讲过嘛？哈、哦，我们那个、我二级句型不是有讲过这个一破，一破如果放在句中间是怎么样？哦，好，一破如果放在句尾有没有？嗯，就是什么一破就是一个方向嘛？嗯，对对，那一破。那接打你名词接打是什么？肯定嘛，是嘛、嗯？所以一破打是什么？就是事情往一个发向，就是事情往一个发向一直发展下去，然后通常是负面的嘛。嗯。那我们一破打是什么？我们翻越来越怎么样嘛？嗯。有没有？嗯。那你这边是什么？病患的人数，呼吸率是什么？增加。那一破打什么？一直什么？病患的人数一直增加下去嘛，嗯，这样懂吗？懂。但是什么？那我们说 IPOTA 是往一个方向越来越增加下去嘛，就是病患越来越增加，然后是负面的。哦 ，IPOTA 通常是用在负面，这样懂吗？嗯。好、哦，那我们说 IPO 如果是放在两个句子中间呢？嗯。哦，是什么？有一个 A 动作，有一个 B 动作同时进行嘛？嗯、如果是放在句中间什么意思？我 A 句、哦、第一句跟最后一句、哦、那我们 A 往一个方向走 ，B 往一个方向走，所以两个动作怎样？两个动作同时进行，有没有？嗯，这样好吗？嗯，啊，所以你这边选 IPOTA 打算啊，越来越增加，然后是什么？负面的。嗯，这样懂吗？嗯，那 HOT 是程度很大 ，HOT 你前面通常放个形容词啊。嗯。有没有？譬如说啊，没有血这么白的东西，嗯，有没有？哦，有没有？这个有学过吗？哦 ，hot 是哦 ，hot 洗头椅 ，mono 瓦奈哦，这是我们那个课本第一那个什么？Yuki hot Yuki 血程度这么大的白色的东西没有，所以没有血这么白的东西嘛。嗯，哦，有没有？这 hot 后面要放前面有前面后面有形容词嘛？那种，哦，懂哈？嗯，哦，啊你 hot 后面没有放东西的，所以就不行嘛。那 made 打是到什么程度为止嘛？嗯 ，made 是到一个什么很大的程度嘛？有没有？嗯，那洗呆打是放在最后，就是我们说要看什么来决定嘛？嗯，哦，然后说啊，平常哎，会不会考上是看什么？啊那打洗呆打什么意思？嗯，哦，啊那打洗呆是哎要看。啊，这就是哎，好、哦，我们这个句子这样哈，好、哦，快要上完了，高卡库卡多卡，好，它的句子通常是这样哈，好、哦、什么？卡多卡是否会考上？阿纳达西代达什么？西代前面加个名词什么？要看，好、哦，你来决定哈、哦。如果你有用功就会考上，你没用功就不会考上，就这样，懂哈？嗯，这一题应该跟我们那一个，这应该有出现吧？那课本应该有出现吧？一模一样的，几乎是一呼哎路一波打，越来越增加嘛。嗯，啊，譬如说，哎，我来日本，然后东西太贵了，我留学生，穷留学生，我吃不起，我越来越瘦，怎么讲？亚塞路，有没有？亚塞路一波打，有没有？哦，越来越瘦。不过这个越来越怎么样，是我们说是负面的嘛？嗯，是讲话的认为他觉得他身体越来越瘦是不好的，但是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身体越来越瘦是好的，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要看讲话的人，他认为这样是不好的，所以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瘦，好没有？讲话吗？嗯。然后我们分享至上。好，没问题吧？每天下课、嗯、哦，慢写啦，应该会第一次考，不用紧张哦。哦。哎，考试就这样，二级比较难，二级第一次考哦。嗯，放松心情。